这个章鱼足有点怪，就是感觉，哦，这太大了，老大。啥玩意儿就太大了？这脚啊，那还能啥呀？你食欲吧。哎，这是挺大。客气了啊。你能不能拿盘接一下？你别往我身上打，我求你。我从来不往你身上。哎，我后背甩一背，老是你干的事。谢谢。嗯，每次你吃也就算了，老往我后背里甩。今天这个好嫩呢、啊。嫩吗？没熟吧？嗯、姐，你尝尝。这玩意儿没嫩，不就没熟吗？走吧，走吧。那不能有人吃。这里面有味吗？挺香，这里有点食盐。这帮子真累。哎，这里头。下次不要买了，吃这一次就可以了。给你拿来做饭。哎呀，我们嚼一碗吧。哎呦我的妈！要过年了，要锻炼锻炼咬肌，回家好赶紧吃好吃的。这几个留放假，咱一人一个。牛蛙骨，这个好不一样，看，哇塞！牛蛙骨，丢。炖的太辣乎了，今天。大肘子，泼点小料汁儿。把骨头去了。
天吃肘子啊，这肘子压了我一个小时了，应该是熟了。哇，今天脱骨了。嗯，好香。行了。